在我吃了烤皮炖肉旁边的鸡丁，看一下，拿下来看一下 ，OK。这块好像是龙眼，加入过的。多吃一点，再来一块。这块一边上。完美，这是我的战斗。这个是虎皮炖肉，这个放上香料跟隔壁小狗的香醋了。结束下面这个已经炖得好软了，赶紧炖好了，趁这一顿，真的太幸福了。这个鸡蛋还没有烧。还有最后一块牛皮筋，还有最后一小块肉，我等下给你一半。